我一直在想要弄什么副业。你知道演员这件事情，其实我觉得蛮哀伤的，就是被动的等人、等剧本、等剧组。你以为你是什么？你是 waiter， 是干嘛？当然啦，你做我们做什么？我们是 waiter。黄秋生自嘲演员像 waiter， 庄凯勋太心酸，想开副业。站稳喽，各位。摄影师跟你讲说，现在只带中景，然后没有什么浪，但是请你演浪很大的样子。你那是喝醉吧？你那是喝醉吧？浪很大的样子。开着餐车交朋友二出海找食材，首先是吃澎湖的生蚝。哦，这也是。这个看起来都很结实啊。嗯，这可以直接吃了，对不对？可以，你怎么了？那我吃一个，可以吗？我吃一个，哎，这个。哦，我吃一个。对，柠檬。原味的先吃看看。我先吃一个原味的。很不是那个小的，这个柠檬又不需要，不需要。好吃，好吃啊！嗯，很好吃。好吃，那就决定这边全部收起。哇，真的吗？哇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对啊，就全部收起。这个，我们可以帮你收。这个晚上已经把它吃光了。不行啊，生哥，我要阻止你，真的不行。我们卖的就是，我们去超市，我们出餐的是超市。然后这个是下进五脏庙。我们用这个来炸，真的太可惜了。直接吃啊！难怪他们说要凉拌。那行啊，我们拌菜不用凉拌的，直接吃就好了。今天晚上，那是今天晚上，不是今天晚上了，是明天了，不行，直接吃了。今天晚上太咸。我觉得我们三个真的可以开餐厅，绝对我投资，绝对。我一直在想要弄什么副业。你知道吗？可是你再过个20年，你会感受到一样的事情。你说想做副业吗？不是，因为你知道演员这件事情，其实我觉得蛮哀伤的，就是被动的等人、等剧本、等剧组、等 casting、等导演、等拍摄、等开播、等票房、等口碑。你以为你是什么？你是 waiter， 是干嘛？当然啦，你做我们做什么？我们是 waiter。哎，生哥，你有听过一句话吗？等排位啊。你有听过一句话吗？拍戏10年等8年，剩2年嘛，有1年 NG 掉了，半年剪接室剪掉了，所以10年里面你存在荧幕上只有半年而已。So sad, right？ 我们是 pay to wait， 哎，去等的。我们是 sell your life， sell yourself， sell your soul， 就是这样。咬到那个。然后我们演戏是免费的。是哎，演戏扣掉那个，给你钱就是来等的。小天，我们演戏是免费的，对，是我们的兴趣。我们卖的是等，哎，免费的，所以我们是其实是 waiter。